喜欢毁灭战士系列的玩家们是不是曾经想象过，如果身临其境的在群魔乱舞的火星上要如何虐杀恶魔吗？如今 Doom VFR 就要满足你最疯狂的幻想哦。时空背景和2016年版的毁灭战士相同，玩家扮演的 UAC 工作人员被恶魔残杀之后，意识转移到电脑上，要利用机械化的战斗服装来杀出一条血路重建系统。游玩时可以利用点到点的瞬移方式，也可以进行短距离的前后左右冲刺，而我们的右手可以装备主要武器，像是经典的散弹枪、电浆步枪等，都任玩家把玩。至于左手则可以丢出手榴弹或是持双枪作为辅助。战斗承袭毁灭战士系列的高速走位设计风格，然而因应 VR， 玩家在危急时可以开启瞬移模式，进入子弹时间，冷静瞄准以及思考接下来的走位。而且只要把恶魔攻击到虚弱时，就能够瞬移到他身上，直接近距离爆破处决。这样的击杀方式还能够获得更多的补血道具以及弹药。在任务中也要仔细探索每个角落，许多的雅金以及武器升级都能够帮助玩家变得更强悍。戴上 VR 头罩，拿起你的 BFG， 体验自己就是毁灭战士的狂暴快感吧。